我等烤鱼到了我就关，然后下去吃。你别拍到床啊，那么乱，你给我过来。我不，我要抱皮卡丘。浑身上下皮卡丘。哦，好激动啊！天哪，晚上好 ，Hello。哦，我说要直播唱歌的，要不我们唱几首歌？我觉得你现在唱歌唱的不尽兴的。但是我要等一下外卖到，我就要去吃饭了，然后我就要关了。好可爱，我最近好喜欢皮卡丘。皮卡丘，你抱皮卡丘，我抱猫。我刚才没呢，我去吃饭。他一抱我的时候，因为我眼泪都哭了。因为刚才好好笑，你看见陈建南哭。刚才好丢人的是，我哭完之后，赵月前辈问你，他为什么哭？他为什么哭？我第一次见前辈，我就哭了，太丢人了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所以说就是等一下我要吃饭呢，就是吃外卖到了我就关，然后趁现在有空直个播。嗯，妈妈，吃播不行，我不想，太丢人了。见到赵月前辈的第一次就是哭，太丑了。你引起了注意没有？然后那时候陈云露说了句，大概是陈建南没化妆被丑哭的。我对赵月说，大概是陈每天在挨揍的边缘中徘徊，大概是还活着。哦，我点了烤鱼。听说我哭了，我就是哭了。台下。台上偶像，台下粉丝啊，不行吗？但我这个粉丝不行吗？可以啊，我这个粉丝做的比较成功。哎呀，太激动了！我刚刚看见赵月前辈了，知道了啦，很帅。啊、我还进他房间了，呵呵呵。明明是你想见，你在说怎么想没有见过短发的那个？是我。然后就是我，是我想见。就是我，谢谢送的玫瑰哈。你看我，这是我新买的衣服，就为了这个衣服，然后找小鹏借了这个帽子，就为了这个衣服，这个衣服，但我这个衣服太大了。谢谢送的应援棒。我点了烤鱼，谢谢送的应援棒。快看，哎呀，有点热。小马送的黄金。你又在炫耀他的黄金。谢谢送的应援棒。小马同学送的黄金。哇，我真的马玉林同学真的天天给我发微信骚扰我。哇哦，又对他又爱又恨的，天哪，气死我了！每天给我发，啊，不可能。今天我跟今天赵月前辈在我前面跳舞，啊，我跟他一组，你羡慕吗？嫉妒吗？怎么怎么样吗？对，送我个金。有时候就特别想打他。比上次那个要大，这个金比上次的大。没有套路，没有。每天给我发，我就想打过去。对吧？好看的。而且都大晚上的发，你知道吗？晚上11、12点，我都要睡觉了。我在学校。
然后给我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谢谢少的 family， 谢谢红的应援棒。然后然后我那时候大晚上的，我就是滚，大晚上的你搞毛线啊，就是很棒，谢谢红的生日闹。然后刚才韩家乐在旁边站着，你对倩楠是什么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？后来，反正然后我就把马玉林每天都骂他，然后呢又想说，又想说让他好好的，就是在上海好好的待着，然后又想说帮我说点好话，就是又爱又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又想打死他，但是我又，哎，又得靠他。哎，我怕他说我坏话。今天对，我今天多了就又爱又恨。今天我们在还有点羡慕。他就天天说，我就说你干嘛老给我发？他说就是为了酸，就是为了酸你啊。他说就是为了酸你啊。我就后面把我拍笑了，好吧，把我拍的不好意思。他就享受那种乐趣呗。谢谢送给。就享受那种我得不到然后他有的乐趣呗，就那种小孩子，就是啊我有你没有，就是享受那种乐趣，我偏偏不让他如意，我就每天跟他说，我说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我也知道，然后他今天一直用笔用那种眼光在看着我，你们回去看看在明天等你我俩一起的那个部分，他太好笑了，我转头的时候我就笑了。那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哼。人家北的那是很高超的技术，要练好几年练出来。话说我今天跳那个拒绝指教翻车，我刚开始就翻车，我刚开始就不会跳，但还好那个时候灯光很暗，应该没有人发现吧。我为什么退出去了？哦，会这样子。我刚开始就翻车，应该没有人看见。嗯，希望没有人看见。你那么一说大家都知道，没事，他如果那个录像没拍到的话就肯定不会看见。没有发现那行，没有发现就我就没错。不是我动的手，他自己弹出去的。啊，离我们会不晚上好。哦妈呀，我想放下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放下来？你哭不笑就说我装哭，我也过来了。那你这里好暗啊！我们蜘蛛，你和我是蜘蛛。我跟你说，怎么样才亮？你电脑开的那一刻就亮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们看的都没有肿，好好的。太低了皮卡丘，对，今天陈雨露全身都是皮卡丘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帽子借他，我也把娃娃借他吧。你们要看韩综了没有？我们就是来直播，主要播我们去吃饭，因为外卖还没到，然后陈雨露就特别兴奋要去找人。明明是你去找陈倩楠，我只是顺带。是，我想陈倩楠已经想到这个份上了。哦，我怎么知道赵月前辈在那里啊？哦、oh, 对，对吧，是你去找陈倩楠，我和你去找，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啊。是我啊。音源呢？等会儿把电脑借我啊。哦，对，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弄成研究出来，非常的谢谢宋德帆。我卡了吗？对啊，一整套全是皮卡丘。卡了吗？有人听见我说话吗？嗨hello Hello， 你们一起约前面吃饭？约了。要不然我为什么会说？直播到烤鱼到为止。倩楠特别懂的是什么？陈雨露说：“我们点了烤鱼，你要一起吃吗？”他说：“那我跟前辈一起去吃两口。”倩楠说：“我太难了。”突然笑得诡异，不是我，我是个陪同。别说了，懂的，说了我就又怕了。陈云露今天从跳公演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，开始兴奋，开始紧张。小扣，我给他让进。
Kobe. Hi. Hello. 不愧是迷妹，不愧是迷妹，倩楠真是好朋友。哎呀，你知道今天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我们在电梯里嘛，他们电梯要卡才能按上去嘛，然后叔叔在楼下的叔叔没有带卡，然后我们在电梯里喊说倩楠按一下四楼，因为倩楠在楼上嘛，然后电梯真的上去了，电梯真的上去，我们说是倩楠摁的，我们说倩楠好好啊，天哪，好棒啊，结果电梯门开的那一刹那是阿姨阿姨好。然后我们去四楼舞蹈房一看，哎，怎么黑灯了呢？然后他们说倩楠在三楼，我们就哒哒哒的跑下去，根本就不是倩楠，害得我就是白浪费感情。你知道感情不能随便就是浪费，就不能随便放，要不然就是情绪波动太大，容易衰老。我今天看镜头了，夸他，谢谢送的应援棒，真的容易衰老，就是。因为这个事情，倩楠害我们就是衰老了大概0.00001秒这样。没有看见，没有，我就看见了赵月前辈，没有看见别人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去他不是去的舞蹈房，我们去的是他房间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没有看见马老师。舞蹈房有人吗？没看，没看。我们两个也太过分了吧！Sorry， 连舞蹈房都没看。好多成员都在是吗？陈雨露不关心，陈雨露只关心赵月前辈有没有在。你也不是没看，奇怪，我关心的有只有倩楠。好吧，你只有倩楠，我只有赵月前辈。是吗？谢谢周的分母力。怂的我听说倩楠不怂啊，我为什么要怂？是他。哎，为什么倩楠都不化妆？他都那么乱。他头发都那么乱，你不要说他外在的形象，那么多粉丝呢，给我哥哥留点面子。哎，我好久没看见倩楠了，我就想损他。他刚才见到倩楠第一句是：“嗨，你不在那么久都没有靶子，子宫演的没有乐趣。”倩楠说：“滚蛋。”啥口音？不知道。但是没有倩楠真的很不习惯哎，真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倩楠哭。你可能觉得没有他太艰难了，生活没有他失去的乐趣，没有他的生活太艰难。我平时也见不到他，有什么乐趣？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不见，就是没有见面，但是又很想他，然后但是呢，就连微信都不说。当他一在我面前，我就说哇，好想你啊。没有，我们最近都在聊天。我就是这样。然后刚才倩楠给我来了一句什么？我有看你们的公演，你生日公演很好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朋克太甜了。我说你别说话了。我真的挺想倩楠的，但是呢，他在上海那段时间，我一次微信都没找过他。他来我面前了，我说倩楠，我好想你。他说朋克太甜的时候，我想给他回一句巨控也挺甜的。啊，穿这个跳浪米浪米，挺好的。帽子会掉吧？拿卡子别住。我今天不是故意不出来的，今天是那个维检的门绊我后面真的没睁。你知道吗？我出去的时候灯已经黑了。悠唐就那么省电吗？给我多留一会儿电能怎么着？哎呦喂！但马玉林我也挺想他的，但是呢，真的，但是呢，我从来不找他，就是他在上海，就是他老找我，我就是特别想让他滚啊，别来找我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滚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出来那一刻，张嘉云说：“你今天出来慢了，是不是不想接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我说：“你到最后还不是得跟我走？”天生一对，啊，都怪那个门。我毕竟天生一对是剧情嘛，没有一个好的剧情，我是不会跳的。我得想一个好的剧情我才能跳。但谁弹幕说现场毙一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那个门。但是天生一对一直没有机会，虽然我也很想跳，然后我想讲个剧情，因为天生一对要提前弄，因为他要先弄完剧情之后还要安排。我回去后台我解释了，我说我今天没出去，因为被珊珊，都怪珊珊那个门给办的。然后张小云说怎么就你每天事那么多，这办那办的。我说那我是被办了呀。他说你都不看路的吗？我说我
我说我看了，那不是着急吗？啊，小李那疯狂安利肉群，你是不是借口动蓝剧？这是啥意思？我也不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撸裙，裙子是裙子吗？我看不懂。罗裙。哦，你十动蓝剧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十分，你们都那么缩写的吗？我没懂，看懂。我们正面报的时候。我什么时候心动过？啥动态？我们什么时候正面报了？我们今天没有正面报。我们今天不是背后有背背奇怪，嗯，不要老是传一些我。就是我从来没说过的话。十分感动啊，十分感动，然后拒绝。你十分感动，然后拒绝。我不会对洛丽塔感动的，放心吧。嗯，我的室友，我的室友小鹏，小鹏，我的室友过来露个脸。我室友，我室友帅吧？我室友最近就是小奶狗， Hello. 特别帅。我室友最近触动了一堆很多小女孩的心。前正面报。我今天是前正面报的吗？我今天不是后面报的，我今天是背面报的。我不喜欢那种很，哎，我今天是唯美的剧情，我喜欢很病态的剧情。小奶狗现在仿佛是我的人设。我喜欢病态的剧情。他说：“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？”这是我的衣服、啊。他是戴着我的帽子，没有穿着我的衣服。这是我自己的衣服。二少喜欢 BE 吧？你喜欢 BE 的吗？我 HEBE 都喜欢，但是我就是 H, 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 BE 的剧情。但是我就算 HE, 我也要 HE 的很凄美。分别前，哦哦，分别前是哦哦是，是啊，哦哦是。和珊珊跳。那和珊珊跳的剧情不得了，我跟珊珊都同属性，喜欢超级病娇，我俩要一拍即合了，那个剧情还能看吗？对，他喜欢病娇的，对，我也不喜欢病。那个剧情估计看不了了，那个剧情可能这里借一点血、嗯、那里借一点血，这个人把那个人衣服全是，这个人捅我一刀，那个人捅我再捅回去，到最后两个人遍体鳞伤，趴在台上死光光，何必呢？你们这个又爱又恨有点太狠了。就是我爱你，我就要让你死无全尸。因为陈颖露抱着一只皮卡丘，他抱着一个皮卡丘的玩偶，各种扯衣服是吗？阿北是真香了吗？啥？就是那种、啊、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我爱你，怎么能得到你呢？我想永远得到你，那就只有让时间静止成为永恒，我才能永远得到你。看这种人的思想，就是要崩塌了，就是要两个人共同走向毁灭，时间才能静止，就留在最完美的那一刻。他们说室友回来我都飘了，那确实，哦、那当然，哎，对他今天夸我好看，这两天都夸我好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谁呀、啊？冯思佳。哦，冯思佳这个女人的话真的是，你小心一点，可能她晚上突然，那不至于，不是有你在旁边吗？守住，不不不不不，我是不会管的。你今晚是不是你会在床底？我属于那种她要就是她要什么过来跟你睡一张床，我可能是边上那个录像的。我看着冯思佳，她一直说我短发好看。什么与造型毫不搭边？啊，你说那个啊？你说天生一对啊？造型无所谓，造型可以改。他们说你这是天生一对还是同归于尽？就是看上了他不是他那个剧情不就是两个人本来在一起的，后来分开了，最后再在一起嘛？那就很正常啊，那就两个人在一起，后来分开了，最后一起同归于尽，在一起了。我哪有带哭腔？我前面没有带哭，我前面没有带哭腔，好吗？我要晒脸，明天永远的在一起，加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就是让时间静止成为永恒。因为这个 unit 是，哎呀，那不可能说，
我跟张笑盈穿着珊珊他们那两个学生装在上面跳北京爱情故事，那多奇怪，那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换服装。 哎什么时候可以跳一个那种就是穿那种大花袄那种可以跳，就是天生一对，就是那种白云黑土你在说啥？在那弄一个石头，一个炕上。白云黑土不是那谁吧？就刚开始就扎那种两个大麻花辫，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种大花，我刚开始穿那种文青的那种衣服，就是才在一起，然后最后变成白云黑土，就是全部都老了，然后一起坐在炕上，这有点就是乡村爱情故事。东北老年人，我爱了，爱了，东北老年人，你们家谁是白，白云谁是黑土？啊，之前一队有个小品就是白云黑土，你不觉得特别棒吗？这个剧情，可不太实用，嗨，不难，他能做得到，不难，只要套个花袄就行，套个大棉袄。我先去借两双筷子，你刚才没叫他加餐具。哦，他应该会吧，他就知道我加两个饭了，应该会给我加餐具吧。先拿着吧。嗯，现在叫他肯定没了，他肯定送了。现在太久了，他肯定送了。小品我倒不来，我不喜欢写字。哦，但是我每次我除了 PV， 我自己的 PV 要拍着，我会写剧本，剩下的我都不想写。我就喜欢嘴巴说，我不喜欢写下来，所以像写信这种东西我真的不想写，要不是小鹏的话我真的不会写信。然后上次是然后张雨涵那个也是因为他那天晚上跟我说，然后我就说他都第二天就公演了，我就说那可能挺急的吧，然后我就写了。然后像小鹏，要不是小鹏一直说了800遍，我都不会写信。我写信真的是说明我真的对这个人挺就是真的很挺喜欢这个人的，所以我才会写信。要不然像我这种懒人真的绝对不会写信。反正我是宁愿拍视频我也不写信那种。嘿，找个能写的，也就我能写了，还有谁呢？我们一堆这个文笔，哎，一个个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啊？我在等饭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啊？我早就去了，我早就过去了好吗？我还约饭了呢。我谁跟你亲亲啊？哦，你好可惜，我不跟你亲亲。我知道你在说那个，这是不是？你不要说那么有误会的话。虽然两个意思，但是你分开断句就很恶心，就有误会。我去了，我真的去了，就是。哎呀，就跟你这种人说不来，哎，你不懂那种感受。哎呀，他每天给我发消息，我都很烦他。每天晚上大晚上的11、12点钟发那种什么啊，他在我面前跳舞，他好可爱，就。说他真的人好好，他好可爱，他好好漂亮，然后说啊，他跳那个舞蹈真的很美，然后说我跟他一起上课怎么怎么样，天天给我发，我的天，只有一双了，还是我昨天还回去的一双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，实在不行食堂偷起来，我过去了，好，哎呦，这么晚了，那陈千南自己带。这双是给赵月前辈的。对，你让陈千南说，你让陈千南自己带。千南自己带。啊，他会不会？啊，那个人，因为我点的是一份饭，他不会只拿一双筷子。
对啊，我俩没事，食堂偷，大不了食堂偷洗完再还回去，多大点事。你可以去亲一下陈倩的，然后发给小马。啊、我为什么要亲？奇奇怪怪的。哇，我不能牺牲这么大，我的初吻不能献给陈倩的。你们怎么这样？就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不能把初吻献给陈倩。啊！我想象了一下。我们跳过这个话题。哇，你那、你那边是蓝色，我这边全黄，全蓝全蓝，我这边全黄。这个画，再截个图，截个图。哎，怎么截来着？我哪知道？你手机。我不会截。哎呀，你们忘掉刚才的事。没有，没有来晚，刚才什么事都没有。你先来叫我嘞。你们说是不是很过分？我帮他弄舞蹈，他不陪我出去。等一下，我去。哎呦，不能。倩楠，倩楠那个啥了？倩楠那个发我消息了，我去回一下啊。我主动想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我那个外卖到了，我要去吃饭去了。就是我主动去，然后刚好陈倩楠也催我了，就明明我不是请他，他接下来就给我发给倩楠。对，他八五是我的爱好，我顺带的。我太难过，像王祖贤吗？之前就有人说我像。开心。哎呀，对陈倩楠的心动只在一瞬间，就他抱着我的那一瞬间，没有一放下来就没有了。自愿的。这个没有任何爱情可言，这就是荷尔蒙的碰撞。周一我出去吃饭。对，这就是荷尔蒙的碰撞，一下下，快点下去了，陈倩楠催了，走了。拜拜，好看，谢谢。快，所以你要关直播，马上。我关了，拜拜。我开到，我陪你们，我到楼下再关哈。走了。那你就把我的皮卡丘，过分了啊！兄弟，哎，我现在眼里没有他。快死！走了，拜拜。快，小扣可爱，小扣真的非常可爱。我那一瞬间就只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可能有雄性荷尔蒙，然后荷尔蒙的碰撞，然后导致了一瞬间的短路脑子。哇塞了。对。你也可看，有耳朵看。嘿嘿。哎呀，不能再说了。我先下去。